不止吧，我的双手武器一级就两万了嘞。冲啊！我看到我双手武器一级两万。你说你回血两万还是账面数字两万？账面数字，然后就打到一下就两万了。因为你有你要看你的挂扣不行。那也是，我感觉还是很还是我干的嘛。这个女的也太痛了吧！打了下去了，两发下去跑不掉啊！不要放弃。用错被动，不应该用。用错了。OK。这样监禁吗？监禁就有。有不用说，那跑不掉了。哎，看被秒掉了。他直接在冰块上把我监禁那下。哎，我觉得好的，这个是我们的极限。对。看，前进一发都是跑不掉的。这个打过去应该算了，当我没讲。这个打过去应该还好了，快死了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各种被瞄。看这前进太夸张了啦！我跟你讲啦，我刚不是跟你讲啦。监禁，你要跑都跑不了。你要拿那个 cameo 拿出来。有啊，我现在用了。哈哈哈！我要换那个护身符了。这不能换啊。然后等一下落，没有监禁变落雷。哈哈哈！落雷也是往你头上直接砸、啊。然后就被秒。你就直接被秒啊！我自己玩都是被落雷砸死的、啊，莫名其妙的，头上都跑出个落雷，啪你就死。这到底要装哪一个呢？好挣扎。看，你要拿那种死法。看你要被，你要看你要被监禁死还是被砸死，随便你选。你挑战失败了。什么东西？好痛！已经超时了。超时不会啊，你就不能换了。你可以补救回来。如果你超时无所谓啦，因为你顶多就是不能换下一个 key 而已。这太夸张了。你就升级宝石就好，他也只有升级宝石给你选。各种死法，哎呀，我们要穿 Unity 啊！没有穿啊，大家一起穿的。不行。难道真的要 Unity 了吗？这样可以赚。有东西要坏了，干！这时候就是我已经就在用在这种地方了，对了。进度完全落后。啊！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不坏就是打这种你没有把握的东西的那种战争。OK。走多远、啊？你好了。但机会根本没有屁用啊！被击死了会用啊！但是后面到底要怎么玩呢、啊？他没有让你想要让你上去过。有人要达到四十的吗？有，四十级的，好像我记得有。Demon Hunter， 就是跑，你就是跑，你就是对，就是放啊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哦，谢陨石，哦，好痛，直接半条。其实只要攻击够，其实超过某个难度，基本上后面就一样了，反正都是一级死。对啊，只是怪越来越痛而已。
对啊，协会增加。协会增加，但是就是我一直说你的攻击够的话，就是中间会有一段很多很多级都差不多的，可能就是杀的死，然后敌人也是一起死。不是要靠冲锋啦、啊，定住冲过去，定住再冲过去。不过说实在，还是宠物有比较好了。干，你玩什么 Demon Hunter 啊？哇、哦，火力很强耶！发生什么事情？干，被冰死了啦！那你的兵，我他的兵看不清楚啊。哈哈哈！没办法。哎，啊，你在这地方救我是什么意思？是你要死在那边的、啊，各种死法都有，而且我在 Sentry 下面也有兵哦。啊，电电，更看不出来。这组就好废。哎，你要是遇到监禁的 Boss， 你就知道什么叫哭了。啊、哦，东西快坏了！哎、啊，干，按错了。算了，反正你来是死而已。对呀、啊。是是是是。哦，他终于上来了。没有用啊 ，buff 打不死。谁说的？只要不要监禁。哦，应该给你来个那个什么，那个会跳跳怪，哈哈哈哈哈，我很想追他。哦，干，晕机晕机。啊，需要个爆裂弹啊。爆裂掌没有用了，没有啊，女生也撑不了多久。需要以前的爆裂掌。好，以前爆裂掌可以。哦，其实冰的身体长得蛮帅。像鲨鱼一样。那样子不一样、哦。不一样啊。追上了，追上了！好，我把你们冰住，让他们过不来，靠你们！哦，好跑！我去，要去，把他丢了过来！冰啊，轻轻松松。哦，追上了，追上了。啊，等下来玩个巫医看看，宠物流，各种被扒一下就死了。不会，我宠物还蛮硬的，他都没死过啊。我都不知道调哎，我觉得他有调哎，我的宠物很难死。应该有条吧？对啊，他们都没怎么扣血。好、哦，放电的交给你，交给宠物。哇、哦，你看那个林哲，你在里面学唱死了。敢说人家，你还不是躲在那个柱子后面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不一样嘛！我从我在打、啊。哦。你看，我还要帮他们筑墙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兵监禁太靠北了。啊！干 ！Can't do it！ 这个留着嘛，把子弹电死。
确定留的是不是？确定。要留吗？看你们啊。不要留，不要留，不要留。这是一本道、啊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！我点啊，我去点啊。我点了。那都没怪。妈的！哎呦呦呦！满满的恶意。哎，没有了。没了。没有，都没有闪电。啊，这种大秘境好像这时间比较短。20秒。不到吧？刚刚十秒啊，刚刚应该只有十秒。刚刚超短的。啊，你看，你说留给 boss 了。哎呀 ，boss 刚好在旁边。没有，就把他拉回来就好了。那拉回来要时间呢、啊。至少电一下就死了。这边打完应该就出。完了，他会丢那个。练一下又要GG了。对啊，他会丢那个，我跟你讲。我被他丢过好几次，一击就死了。我应该不会死。躲在墙壁后面。先尽量冰啊。那我这不是你想冰箱火就可以。看我的 Firebird 好像又 bug 了。但他快冰不住他。无所谓。不是他到50发以下就开始狂拉了。听，哎呦，啊，你看那个吗？就哎，你去救我冰呢、啊？刚才超痛的，勾人法没那么痛。哦，啊，今天没死。它有个扩散拉，扩散那个超痛，哇！扩散那个立即就死，哇！你可以救我一下，哦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就刚刚扩散那个，哦，大空档，又越死，我又复活了，冲啊，冰死你！哦，一个大空档。哦，一起死！快，不要死！快，不要站在一起，不要站在一起！哦，好恐怖哦！怕？还要再生吗？再生，不要怕！生啊，生啊，还要死啊！我就黄装了，我也黄了。